好，成语猜猜，我们开始吧。网络关掉，OK。甘拜下风，八拜之交，交头接耳，交头接耳，交头接，哎，摩接，哦接，头头是道吗？啊，这给我一个道没？这我要写什么？八什么风？两三两，两岸三地，两岸三，这是一体两面啊。一刀两断也可以，一刀两断，然后两什么三刀，两面三刀都没看过，八面威风嘛，道貌岸然嘛，刚才卡住了，看一下，八面威风，一刀两断，三两面三刀。比喻阴险狡猾，耍两面手法，挑拨是非，也是元代。哦，我对元代很不熟哎。挥蓝记，挥令记，挥却记。这个字我们顺便学一下。令的话是另外一个字。蓝，这是蓝。令的话是这个字，没记错的话。哎，我可以直接打注音，为什么一定要用手写？找不到，乐意哦，你这个跟他长很像，这个字。为什么没有？这字念令啊，LEN 令，N 闪电的 N。我们开始吧。下一关，改过自新，温故知新，非亲非故，举目无亲，岂有此理？然后多此一举，出尔反尔。出尔反尔，它有新意跟古意。我们现在用的都比较是属于新意，就是只是跟人说话不算话。脱颖而出，温文尔雅。岂有此理？是这样写吗？我们等一下看一下，哪有这个道理？这别人的言行。岂有哪有，岂有此理？我们等一下看一下国语字典。举目无亲，多此一举。出尔反尔，看一下。出乎尔者，反乎尔者，是指你怎么对待别人，就别人也怎么对待你。然后现在是指说一个人的言行前后矛盾，自相矛盾，前后言行前后反复。然后比较有问题的是那个岂有此理。
哪有这种道理？岂是哪有？哪里 ？OK， 所以是这个岂有此理。好，下一关。哦，又是广告。OK， 坚守至道，掩耳盗铃，耳目一新，一见如故，如鱼得水，得到揠苗助长嘛，揠苗助长，得道多助，守口如瓶。哦，千山万水，你们现在看到可能是有隔一个礼拜，可是我都在同一天录，今天是11月1号，掩耳盗铃没有问题，耳目一新，一见如故，如鱼得水，得道多助，这个我很少看到。站在正义的一方行事，就能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帮助。哦，出自于孟子耶。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。所以这翻译过来就是说，站在正义的一方，就能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帮助。如果不是站在正义的一方，就会寡，就少的意思，就是会得到较少的支持和帮助，这样子吗？寡助，好啦，应该是得不到帮助吧？我在想，应该没有人会去帮助坏人吧？除非他自己也想要当坏人。千山万水，如鱼得水，揠苗助长，这蛮常用的。看一下，揠是拔起，拔起苗以助其成长，反而让苗枯死。比喻使用不当的手段以求速成，结果不但无益，反而有害。这个蛮常用的。好，下一关，34，小心翼翼，赏心悦目，琳琅满目。你可能会觉得说，我这一个礼拜玩会比较快一点，我之后就会以这样的速度玩下去哦。吼，满城风雨，然后风中残烛，风。这是竹嘛？单枪匹马，枪林弹雨，像子弹一样，所以是弹。风，年强力富，我在写什么？年强应该是力富吧，对，风烛残年，风中残烛，风烛残年，琳琅满目没有问题，比喻东西很多，珍美的东西是指好的哦，珍贵的东西很多。刮风下雨，满城风雨，刮风下雨，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，琳琅满目看过了。风烛残年，形容人体残弱不久于世的晚年，枪林弹雨，弹得暗弹，单枪匹马，有没有也是弹 ？OK， 年富力强是什么？正值壮年，精力旺盛，大有作为。年富力强也是出于自于《论语》子罕的篇哦，后生可畏。朱熹著《孔子言》，后生年富力强哦，所以是孔子说的话，足以积学而待，其事可畏，安知其将来不如我知今日乎？哪里知道？安是哪里知道他将来会不如、比不上我的今天？这样 ，OK， 好。广告，好吧，那我们就玩到这里。好，下礼拜，明天见。好，爱你们了，嗯。